有这种感觉。这个最有感觉。他看自己的照片，这个是有感觉。因为他跟我女儿是同年，所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女儿在身边一样。跟他拍戏都非常非常的愉快，古灵精怪的，就是现场的小精灵。嗡，出门去。起来了，你看他的这个，他的这个线跟你。今天不要六十八，48也不要，不行不行，你这样我们亏死了，不行。就是9块吧，9块吧。江山老师，不行不行，什么？你这是变天了？上1000单，1000单，我们贴了。干嘛老问我累不累啊？因为你累了。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运动，开心与你合作。